这不是很特别、欸、对，他知道。今天拿来上分队可以说是办喜事，因为分队现在在拿来给我们林秀琴的帮助下加了一个救灾好帮手。目前我们的消防车辆跟我们的其他的勤务车辆一旦进到这种沙岸地形，对吊车它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船艇跟器材运送到这个区域，自然也就无法救援这个区域的人。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新的灾情勘察车，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这种沙岸的地形做一个救援的动作，非常的方便，我们非常的需要它。这里需要有心后的红色支持下林秀琴回来自己心中的所在，捐出爱心。这台救灾勘察车虽然跟当初想要捐钱的救护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是在帮助地方的救灾工作。林秀琴也感觉可以来进入相当的欢喜。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然后真辛苦，啊，今天有这机会去台北打拼，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回馈我们云林县林美乡，因为我们有很多亲戚都住在这里。看到林秀琴在五零零以后，可以当回来故乡进行回馈，嘛，让地方是真欢喜，并且希望有保证音乐的效果，鼓励更加多人来加入。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他说我们当时因为讲，伊妈妈是蛮可怜啦，爸爸妈妈都无在家，所以伊即摆就想咱的妈妈吼，有啥物需要来做，我哋当时会相信，真心真的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感动。五一增光，我们的人力不少。林董事长，你所交代的，我会遵办。我会好好的为你那乡吼，来像你这样吼，来照顾，来支持。咱这个乡亲，咱这个子弟啊，的这个困苦嘞，会当一定都来回馈吼，来咱这地方。那来乡分队在接受捐赠后，嘛将有效来提升紧急救灾能力，让乡亲的生命安全更加有保障。记者真心常报道。